还敢吃？我脸还挺帅，哪来的？ 哇，还没说完呢，你给我留点啊！哦，香，真香啊！嗯嗯，吃饱了？饱了，饱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那把钱剪一下。小娘子。 以后什么小娘子？我还没有男朋友呢，叫小姐姐。我看盆中是男子之物，以为是你夫君所用。白一鸣，你让我受此奇耻大辱，我以后一定要以牙还牙。哦，原来小姐姐那么可怜呐，怪不得饿得那么惨不拉几的。哎，要不这个样子吧，以后呢，我就跟着你。 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走到哪儿，我护着你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定啊？哪凉快哪待着去啊！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干嘛？本人钱多宝，长安人士。自幼家境贫寒，父母早亡。丧！你也不看看你面前是谁？ 敢在祖师爷面前说谎？啊！姐姐是神算子呀。哼，那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吧，找一些珍稀的果品。什么珍稀果品？还吃吗？哎呀，现在都不重要了。我觉得吧，比起你那个鱼汤啊，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呀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有名的美食博主啊。什么博主？哎，你的手别停啊！哦，行了，赶紧走人，我一大堆事儿。哎。 那么行，咱们都说好了嘛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。什么我的人啊？你没有搞错啊？你难道他是电视剧中的落魄太子？不幸遇难，对我相救，也别爱上于我，最终重回朝堂，登上万人之巅，那我就是皇后了。小姐姐。 我钱多宝，今日对天发誓，我对面的小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定当效犬马之劳，一生追随，只为求得每日三餐，吃遍天下。小姐姐，求你了。OK，和我玩跑得快是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